年了，又要换季大清仓了。今年因为是暖冬，所以很多的冬季商品的清仓商品特别多，下杀 1.5 折起。今天一定是省钱湾要带您捡便宜。农历年过完了，现在各大卖场呢也都推出了清仓活动，其中数量最多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衣物，有的呢甚至只要用铜板价就买得到。三大卖场的出清活动都到3月5号，大润发针对女性冬季衣物清仓，像是原理长袖 T 恤原价169，特价84元，打了对折；毛领背心原价799，特价399，省下400元；还有这款 V 领衫从499下杀到249，滚边长袖衫也只要249元。家乐福寄出铜板价，夏季 T 恤48元起。另外，冬天的女性铺面外套下杀到300元有找，足足省了500块。爱买童装也来大出清，1.5折起跳。这件双毛外套原本399，现在100元有找，省下了300元。除了冬季衣物以外呢，像是一些日常用品以及一些小家具也都有清仓活动。像家乐福的编织篮4个一组，原本卖309元，出清价199；汽车清洁组更从109元降到39元；翻转电脑桌降价400元，1000元有找，但只限量1200张。爱买则有家电展示机全面大出清，新格双门变频冰箱原价25900元，出清价20000有找，省下6000多块。楼居变频洗衣机展示机16900元，国际牌32寸液晶电视1万元有找，省了将近5000块。我想今年因为是暖冬，加上经济不景气哦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的买气不是很强，所以今年出清的商品品相也特别多元哦。但是因为它价格很低哦，所以大部分它就有很好的吸客效应。我们预估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可以成长大概2到3成左右。卖场清仓，价格杀到底，但提醒民众出清商品全部限量，家电展示机数量更少，想抢便宜的人手脚可要快。一定是林玉兰的佩瑜台北采访报道。